Yanji jimbor zo do nyingmi jang zo nir mulum jimbor nga kya da bakir tar gom san do jirmir do donba dik je jang la shom zir lo. Wei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 qin da jia fa wu shang shu shen de pu di xin. Xian zai wo men jiang zhe ge da yuan men xin xi xiu xi a. Da yuan men xin xi xiu xi na,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人生难得疏密无常轮回的过患，就是讲的这四个三个方面。那么现在我们讲正在这个业因果的道理，业因果的道理呢，就是实际上是应该就是我们通过闻思，通过闻思呢，就是才明白啊，就是这些道理。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这个业力。业力呢，就是存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存在在阿赖耶上面。那个阿赖耶是它是什么样呢？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应该是一个性识。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分别念和无分别念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性识。那这些道理呢，我们通过闻法以后，就是才明白的啊，就是才明白的。所以呢，如今末法时代的时候，有些人呢，也是经常就是破坏。就是听闻佛法的这种这个这重大事情啊，就现在有些人经常怎么讲呢？就说啊，这个听佛法没有什么，不要学的太多了，不然学的太多了，就分别念越来越多了。你好好实修就可以，不要去听课。其实这是一种，应该是这个魔语啊，就是魔王不信如导你的信，就是之后呢，你就自己就开始做出来。就现在有些道场呢，就不重视这个闻法。就这种是一个修法，但是这个很有可能盲修下念啊，就盲修下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听课的话呢，就根本不知道怎么修啊，怎么信持。其实这是这个魔宗呢，就是非常欢喜的。你们不知道以前看过没有？就是有一个这个经典呢，就是叫做是《记一切佛的》这个《记一切佛的经》啊，就是《记一切佛的经》的，就是这么一个经典啊。那么《记一切佛的三摩地经》当中呢，是怎么讲？就是一般这个魔宗呢，就是最欢喜的人。最欢喜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个心持善法，但有些人如果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是魔宗就是魔宫也是就现的阴魔，就是他们也是恐慌不安。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这个原因呢，佛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听了法以后呢，就是了知趣色，了知趣色以后呢，就是他会这个修行，修行以后就是自相续当中就是升起正见。就升起正见，然后呢，就是他就变成一个修行修，就真修者。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成千上万的魔宗也是没办法，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危害啊，就无计可乘。所以呢，魔宗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就是听正法啊，就是听正法。因此，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一些汉地也是。居士当中也是有啊，就是现在好好修就可以啊。我上师非常提倡修行啊，我们不知道怎么修。如果你真正知道是修的话，倒是可以的。像我的话，听了那么多堂课，我自己也讲了，但是确实现在还要这个修的话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人生当中应该是学习为主，同时呢也要修的话，可能比较正确。如果你连听都没有听，就是你自己去修的话呢，就是这是恐怕是很危险的。再加上呢，就是魔王不逊可能也非常非常高兴。就是说实在，我们有很多人呢，每天都是就闭着眼睛，就是没有很好的去没有真知真见，就是那你闭着眼睛，就可能你修的话呢，要么成为无色界的因，要么成为这个色界的因，就是非常有这个可能。因此呢，以后啊，我们不管是居士当中。这个出家人当中，你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就是不想学法，没有这个修行的，没有这个学法的机会的话呢，那你自己就是不学也可以的。但是呢，你最好不要劝别人，就
就是耽误他们的这种这个闻思修行的啊这种这个事件呢，不要去干扰，不要去助碍。这就是我想我们很多人啊，就今天我讲这节课的话，你们应该就是好好的这个记在心里。以后你实在不想听课的话呢，你就不要听，可以的。原来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他说。法王当时这么讲的呢，有些人就是想这个离开血缘的话呢，你自己离开是可以的啊，就法王这样说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就是别人正在听课的时候要去影响他啊，就影响他啊，除非是你确实生病了呢，就是那么有人帮助他的话是可以的，这是戒律里面也是允许的啊。就戒律毗那耶经当中也是说，僧众当中有个别人病了呢，就是那么个别人放下就是他的闻思修行去帮助病人是可以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自己就是不愿意在这个闻思修行的道场当中待下去，然后其他的有些人是愿意带的话，那就是把他带走的话呢，那就是这是真的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造末了。就是造末的话呢，不一定是我们有些人认为是所谓的造末呢，哇，就是就开始这个说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费力的这个话啊，就是然后到处奔跑啊，裸体奔跑啊，就这叫做是造梦，就是这不一定是造梦，这不是很严重的。因为如果是这个造梦的话，你看现在国外的很多的这个比较这个出名的演员都是这个喜欢裸体表演，就是所以说他们不一定是就是自己也认为不是造梦的，但是真正造梦呢，你别人就是心驰神往的时候，以一种相似的语言来。就开始啊，这样没有必要的啊！就我们现在是要建立一个实修的道场。其实实修的道场的话呢，我也知道，我们现在这里有个别的一些所谓的闭关众心啊、禅修众心啊，还有一些这些的话呢，就是一群人，这个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懒惰的这些人呢，聚集在一起，天天的吃吃喝喝的人啊。就你们看看，就是别人是怎么闻思的，你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就是你们这一点呢，应该个别的这个人呢，就是应该可以反过来，就是可以讲别人在利用这个时间当中这么秀的，就是那个别人就你们是怎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但是你外在的这种名称就是去得很好的，实际上内在就是怎么做，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呢，希望以后在我们这个佛教团体当中呢，就不要这个传言一些就是对真正这个闻思修行的人呢，就去障碍。就我倒并不是说是害怕你们说几句，就是我这边讲课的时候没有人听课了，就我不担心这个。就是你再怎么说也是，可能你的这个宣传的力度呢，就是这个有限的，就是不一定是超过这个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千山万水来就是受到影响的。但是这是你要知道，我刚才提到的这部经典啊，方便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啊，就是记一切福的三昧经啊，就记一切福的三昧经里面是怎么讲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当中啊，第一等是根是龙嘛，但没龙当中，我这个已经念完了，我东西没走了。대양 착도 락비 기득기 인도트 버 인도 시대 왁차 간자 텐 아마르 독사르 낭 즉슨 덥시트 바 아마르 독세 흑식 흑즈미드 왁차 텐 코리 랑신 로르 르바니 남근 디 남근도 니에르 텐 바얀 시바건도 아마르 독양 덥치 나이르 문진 세치 근지 디 역사르 낭 강라강 텐진 문득 바 텐진 문직 바 긍지 남시 당스르 요와 메르 고르니 예르당 거브주 존진지 초든 예르라 르브르 똑바나 르남시 르남시 든지 니브르 똑바인 드득 곰베 캉슴 쯔바르 而过什么车上任何人都写的音啊，讲课也重要的，更重要的喝茶啊。我看到一个人说采访的时候，他们说就采访也重要，但更重要的喝茶更重要。所以。
刚才您的一部分赞文传承啊，然后就是说，今天就是讲这个记啊，就是这个诗记业之方式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心识上呢，就是怎么样这个记业，这个业力业呢，就是记在这个心识上。那这个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积累呢？他这里讲了，这个初两善恶，欲界因，习气于阿赖耶，然后这个说什么？无念明显色界因，无念亦缘无色因，轮回自性二可成一切事分依此章。我们这个在实践当中有叫做这个三界轮回，也叫做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那么，这个三界当中的这些业呢，就是存在于什么上面呢？全部都是在阿赖耶上面。啊，其实这个阿赖耶的学说呢，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前世后世啊，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提供一个很好的这种依据，依据。那么这样，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粗大的这个善和恶的这些业呢，实际上就是存在于这个阿赖耶上面。就是存在于阿赖耶上面的话呢，那么这个粗大的这些业呢，就是将来就是这个成熟，所以呢，就是它就称为这个欲界的啊。我们这个包括地狱也好，恶鬼当中的一部分，还有我们人间的旁生界的，就是这些是欲界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因。然后呢，我们平时在这个入这个禅定当中呢，就是没有任何念头的，但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就明分的这样的一种意念的话呢，它就存在于是什么呢？就是存在于也是这个阿赖耶上面。其实在这里呢，我昨天讲的这个，上一节课讲的这个如意宝藏轮的，就是不同的三界的业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按照松次和降意的这个大乘书的内容呢，它分的。并不是很清楚的，就是他都是说是这个称在阿赖耶上面，但归根结底都是称在阿赖耶上面，可以这么讲。那么无念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心态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是有一种这个就基于阿赖耶上面的话呢，就是它就称为这个色界的因。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色界呢，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然后每一个禅天呢，都有这个分很多的，就中共呢，就是有这个17种这个色界啊，就是在这个色界因，然后这个无念意愿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念头，就是意愿专注啊，就意愿专注，那么它呢，就是称为是无色界的因。啊，就无色界呢，无色界呢，就是是这个空无边处啊，就是实无边处，这个无所有处，还有呢，就是非相，非非相天，就是这叫做是无色界啊。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参修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你一直安住有一个名分当中的话，很容易就变成这个色界的因。然后你有一种安住于就是什么都不念啊，比如说。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只有意愿的专注。那么就或者是你像一切都是这个心识啊，就像唯识中就个别的这个想法基本上相同的，什么都是心的话，那这也是容易就称为什么这个事物变处。还有一切都没有的话呢，你这样一直天天想是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没有，这样意愿专注的话，很有可能就无所有处。然而，你一直想到是一切都是像虚空一样啊，就像虚空一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变成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就是空无边处。还有也不是有的，也不是我的，就是就也不是是的，也不是非的，就这样的一种想法，很有可能就是非相，非非相天。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禅修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种这个引导吧。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引导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这种这个修行呢，就是不能就是真正的这个成为这个解脱的因。
不管怎么样呢，在我们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梭子障、烦恼障啊，就是这呢，就是叫做是阿障课程。那么它呢，就是一切十分的是对我们的这个解脱呢，就是有着这个障碍啊，就是它就称为这个障碍。那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应该知道，就是不管是色界的这种这个习气啊。无色界的习气、欲界的习气呢，就是全部依于在这个阿赖耶上面。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以前你所做过的这些业呢，就是慢慢慢慢的可以这个现前呢，就慢慢可以这个现前。这个方面呢，我想讲一下，就是以前那个。就是汉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是宗进路啊，就是宗进路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仙人啊，就是有一个仙人的话呢，就是他已经，有这个神通啊，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就是在空中飞行。他经常呢，就是他有一个施主，就是大国王，就是到王宫里面去这个接受供养。然后就接受供养呢，就是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然后供养完了以后呢，就是国王就是经常就是就是做一些这个仪式，就是然后呢，就是完了以后，就是他自己依靠自己的神通，就是飞回就是他的这个修行的地方。那有一次呢，就是因为这个国王呢有这个外面就是其他的事情，就是让他的这个公主呢，就是为这个仙人就是做这个成事，然后他同样的就是跟这个以前的行为，从这个自己的修行处就是飞到王宫，然后他迎供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公主呢就是对他就是按照这个过往所做的事情一切就是进行了。那最后呢，就是他这个公主的手就借助他的身体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仙人呢就是他没有端出这个贪欲的种子，就是产生一种意念，就是贪念，因为这个人性的原因呢，就是他飞会的这个神通呢已经没有了，就是就不能飞了。但是呢，就是他不好意思，就是没有直接就是跟说，他说我这次呢就是逐鹿回去，就是以前呢我飞过去，但是以前我飞回去的话，那就是跟这个王宫和祭扫所的众生呢就是结上缘而已。那这次呢，我还是一路上就是跟很多老百姓就是结上善缘，要回去了，让他就不得不逐鹿回去了。然后回去以后呢，就是他就很后悔，就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到一个寂静的山里面去修行。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在这个树林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废弃呢，就是鸟类，就是叽叽叽叽的叫。然后呢，他就对他的禅定就有一定的印象，就然后他又升起很大的这种这个厌烦心，就是离开了这个森林，又去一些河边。然后河边呢，就是又发现就是里面的很多鱼类呢，就是也跳来跳去，就是也听到一些这个声音。然后呢，就是他就当时就是发了一个恶愿，就是他像是这些众生对我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有干扰，就是我以后呢应该变成就是也可以就是爬在树上的，也可以嵌在穗里面的，就是睡榻，就是就叫做是一种这个费力吧，就是有一种就是这样的。他当时就是发了这样的这种愿，就是然后发了这样的这个恶愿。然后我应该变成就是这样的这个睡榻来，就是把他们就是全部撤掉，就是他当时就是这样的这个发恶愿。但后来呢，就是他不断的修，不断修了以后呢，有一段时间他修行比较成功，就是然后呢就已经这个他的原来的这个神通啊都已经恢复了。神通恢复之后呢，再不断修行呢，然后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禅定力呢，就是他转生到这个无色界飞飞向天啊，就飞飞向天，在飞飞向天就是待了这个很长时间，就是安住这个就好像八万劫啊，就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原来在他的阿赖耶上面呢，就是又发了这个恶缘，就是他就自己想变成费力，就是那个就是这种睡榻，就是就变成睡榻的这样的。然后他从飞飞向天，就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直接就变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费力，就是那种这个动物啊，又吃鱼，就是又吃这个树上的这个废气呢，就造了非常多的业。后来呢，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讲，虽然就是暂时呢，就是斩断了这个烦恼障啊，就是虽然暂时斩断烦恼障，而且呢，就是他转生到这个飞飞向天，但是呢，就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个斩断就是种子的原因呢，就是最后还是堕入这个三恶趣啊，就堕入三恶趣。所以从我们这个
故事当中呢，就可以向到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他新词的这个三法呢，就是在阿赖耶的这个本体上面呢，就是他可以这个运用啊，就是有可以呢，就是退失了，就是他的这个修行，有可以呢，就是恢复了。当他恢复之后呢，就是直接转身到这个无色界去啊，就无色界是属于是一种善趣，就是也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因为他当时发的这个恶缘，就是所谓的这个恶缘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还是很容易啊，我都像啊，人在这个一怒之下、一气之下，就比如说我们有些修行人呢，就是旁边就是特别就是，这个你在好好的背书的时候，旁边有些人就是开始，说一些闲话，就是说的很无聊的，很想啊去咒他，很想什么，就有些或者是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很想把他这个杀掉，就很想把他吃掉，就是很想把他就原来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是他跟家人吵架的时候经常就是看他的脖子，就是很想把他裂死，就是好可怕。所以呢，我们这个有时候这种恩怨呢，就是一下子就记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上面，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呢，就是才因缘就是发生。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有的。比如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杀了人，年轻的时候杀了人，后来呢他到别的地方去，已经这个就到别的国家去，只可以说是只是就完全就是就盖头换面，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就好像。但是在过了20年之后呢，就是就原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最后发现了，那就最后就抓回来了，就是最后判死刑了。就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看这个中间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罪业呢应该在他的阿赖耶上面，不然的话他的身上也没有，他的衣服上也没有，他的肉身上根本没有，但是人间也会有。你看这个本拉登，就是他那个当时美国的这个物价大楼啊，就是就炸了以后呢，刚刚10年之后就是才抓到他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别的国家里面隐藏的时候呢，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就是他的身上就是根本不知道他以前就是造过干过这样的坏事。但是这种这个罪业呢，就是存在于哪里，在拉登的眼睛上呢，还是在这个就是胡子上呢，还是在头发上，在哪里都就可以找不到，就是应该是在他的这个阿赖耶上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想到，我们现在呢就是人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这个阿赖耶上面的这个宗旨呢就是不相同的。一旦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中间可能有很多好的因缘呢也会就是成熟的，不好的因缘呢也会成熟的。这就是佛陀所讲的业力不可思议啊，就是确实我们凡夫人是很难以想象的啊。就因此佛陀在那个什么这个大乘密严经当中啊，就是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就是非常甚深的，一般的这个凡夫愚痴者呢就是无法就是明了就是他的意义啊。就像是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去观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业的这种所以业的这个存在的方式很难就是理解，很难理解。但是用一种这个我们的智慧跟这个佛陀的这些教言呢、教旨呢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有一种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啊，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好像是有些人很顺利很顺利，但是突然一件事情呢，好像你这辈子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所做过的一些事情呢，就是突然就爆发了，或者是你这辈子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呢，就只有你来承担，就是其他任何人没办法代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到啊，我的阿赖耶上面呢，应该是我这辈子都是没有做什么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应该阿赖耶上面有一个事情吧。有些人就是三业也是这样的，有些人非常贫穷的人啊，但是因为他的有特殊的比较这个行为的话，一下子就一夜爆发，就一夜就马上就变成了就是这全世界人知道的这种富裕的人啊。他为什么就是这个为什么人人都不这样发财啊？那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也是本来就是过得很好的，就是一下子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无缘无故就关在监狱内，甚至判死刑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业力啊。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特别希望以后就是多翻阅一下如来藏经啊，多翻阅一下这个相关就是有关于这个阿赖耶和这个这方面的道理的时候呢，知道我们这个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呢
人除了这个肉身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性识。但是这个性识呢，就像我们在这样的藏传佛教当中所描述的一样的，去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你会才明白，哇，就是原来我们思想当中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呢，还是有因缘的啊。那不仅是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将来也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将来就是会照相的啊，就是我也。就是不像这个动物，如果动物的话，那也比如说像牛啊，就是猫，像这个牛马的话，它们每天都是吃草，就是喝水，就是完了就没有什么，就是明天之后的这个计划啊、理想啊，就是它们都没有。但我们人呢，就是不仅仅是就是精神的这种规划，就是应该是对长远的这个规划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在这里呢，就讲一下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就讲这个行识五念比，悠然识不知显现之外境，一缘阿赖耶分为，明显然不知彼，然不执着彼，阿赖耶识，明请问破离二取无根境，其具弄通分别境，此等俱为起识具。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在哪些阶段呢，就是叫阿赖耶，哪些阶段呢，就是叫阿赖耶识啊，就是这个方面呢，就这样分析的。那么在这里，这个心识这个无念悠然的时候啊，就是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识呢，就是出于没有任何的这个念头啊，但是他呢，就是本体上还是这个悠然的，就是他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动摇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不执着外境的这个不执着就是外在的这种现象呢，就是不去执着的。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叫做是阿赖耶的这个阶段啊，就阿赖耶的阶段。然后呢，就是明显然不知毕竟就是。就阿契，然后就刚才呢，就是不执着这个外显。那在这里就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虽然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就是不去就是执着这个外在的。那不去执着外在的话呢，有两种，就是有一种呢，就是非常这个稳固的，可能这个翻译方面的话呢，也不是很好分的，藏文当中也不是很好分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它是这个明显然不知彼。B 的话呢，实际上的它下面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还有呢就是明请问破离二取无根境，就是这几个呢，就下面的这个讲义当中就是说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呢就是说明请的，就是没有去执着呢，就是这是阿赖耶识的阶段。然后有是明请的，但是他所显现的那各自的对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根识。啊，就无根识，然后由是明清的，然后呢，就是去这个产生一些对境的这种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就是叫意识的。不仅是对境的执着，在这个上面就是进行观察、进行破离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然无一识啊，就是它的这个无是这个不痛的这个阶段吧，就是总共呢，就是这几个吧，就是全部就是叫做是这个器具式啊，就我们这个器具式。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这次啊，就是通过这个学习心性修习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分析啊，就是这个阿赖耶和阿赖耶识之间的这个差别，然后这个阿赖耶识跟这个无根识之间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昨天前面也讲了，就是阿赖耶呢，就是他是没有分别的，就是很稳固的，就是一元安住的这样的非常这个广大的一种这个性识。然后阿赖耶识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虽然就是显现这个外境，但是这个外境呢，就是不偏于任何一个境，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明清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么这个，而且它是稳固的，就是一直呢，就是这种阿赖耶识的本体呢，就是非常稳固的，它并不是像我们这个六趣什么六根是一样，就一会儿就灭了，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在凡是有性识的时候，它的这个明清部分呢，一直是不灭的，一直这个存在的，就是比无根是非常稳固的方式来存在，就是这是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色、声、相、味，那么这个触啊，就是这些
时候呢，我知道是原来我们修行还是不能就是安住在一个阿赖耶的明清分上面，就是更重要的具有这个身观，就是寂智，然后智光双运的境界当中啊，就是这个是啊非常非常重要，就很多人都会明白的。就是但后来呢，我也中间就是也没有这个看吧，就是没有看。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我们这次呢，就是应该这个阿赖耶，就是就他是这个佛教当中的很神圣的这个奥义。那天我在那个汉地的时候呢，也遇到一个我们这个比较这个出名的一个就是那个科技大学的这个校长吧，就是然后他也是以前写过一个这个无逆学，就是租金阿赖耶，就是然后当时我也提到，就是我说你这个这个无逆学是怎么租金阿赖耶，就是然后这个无逆学跟他当时讲的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道理啊，就是这样的基本上是相通的。比如说整个阿赖耶呢，就是它是一种大海一样的，就是然后在这个大海上面呢，就是就产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汹涌波涛啊，就是这波浪，这个波浪的话呢，我们这个气势结合我们的这个气势的整个就是上面的这个波动，就是所以呢，真正的根本的因呢，就是这个阿赖耶，就是这个阿赖耶呢，就是它是没有动摇的，就像大海一样，大海的地层一样的，就这个是我们佛经当中呢，就是经常有这方面的。当然，这个用无逆穴来就是要论证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其实现在的很多科学。就包括这个心理学，就是来这个论证我们的心识的话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的。心理学呢，就是实际上不管是古希腊的这个心理学也好，现代的这个西方心理学的话呢，都对这个心识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剖析呢，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像这个佛教当中的唯识宗一样的。然后如果用无力学的话呢，就是无力学的很多的这个领域呢，实际上是它是对针对物质的，针对大脑的，就是针对心识上面的这个心理学的课，这个知识呢，就是并不是非常多的啊。就是这方面，如果用无力学的话呢，一般无力学呢，就是大多数是不管是量子力学还是我们这个古典的这个无力学啊，就是他们都是着重于这个物质上面的。就更比较特警的呢，我原来一堂课上面也讲过，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生物学。就是生物学呢，就是可能对这个心识和就是应该是对这个人体啊，就是这两个方面，就是稍微有所这个设计，就是去这个研究，就这样的时候呢，作为科学界的话呢，就是对可能我们对这个心识，尤其是阿赖耶识。就是应该去值得研究啊。就是这位那个教授的话呢，他也是应该就是也是代表性的吧，就是作为一个科技大学的一个校长多年的话呢，就是他有这样的这种思想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很好的。他通过这个科学呢，就是寻找，最后呢就是知道还是租金这个阿赖耶，就很好的，就是但修行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就是然后下面我们就再讲一下这个什么下面就是这个就各位知识啊，就也就是说传习次等转善解三门密卵三名密卵痛苦因。因为我们就是前面讲呢，就是这个不管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还要这个七识，就也就是说无根识和一识和染污一识啊。那么这些识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如果我们医院专注的话呢，就是无色即因；如果是明清专注呢，就是是色界的因；如果是比较粗大的这个信念，就是不断的去这个去这个执着或者是去尽的话呢，就是称为这个愚界的因。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这三种心识的根本没有通达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是空性的，让空性的本体呢就光明的，这样的真正的心性没有通达呢，你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去修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在三界的这个迷乱当中呢，就不能就是离开的，就是一直呢就是成为这个痛苦的因。因此说呢，我们在这里真正的这个解脱呢，就是其实是方便和智慧双运。就是这是讲仙观庄严论的时候也讲过，讲密法的时候也是讲过，就更重要的依靠一些这个上师的这个窍诀，然后呢就是传承上师的这些教言，然后自己的这种这个修炼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既要
动到了自己的这个心性呢，本来的事实它是这个完全是空性的，然而这样的这种空性呢，就是也是无所住的啊，就无所住的，就是这种空性无所住的。你如果真正是通过这个中观的文思，通过密法的一些智者通达了自己心性之后，在这样的基础上修持呢，就是修行是这个成功的。如果你没有这样智慧和方便，没有这个双运，或者说是没有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引导的话，那就是非常这个危险的。就这一点，我希望呢，我们很多人啊，就是希望自己，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就是自己就是开车，就是自己就是就闭关，就是自己修行，也没有什么传承，也没有什么引导，但是住了很长时间以后呢，就是到最后也有些人是真的这个产生邪见，就是而离开这个修行了啊。以前《毗拉耶经》当中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呢，就是有一个边地的这个国王，就是他有两个这个儿子，然后呢就一个是就是参圣这个就长剑派，一个是升起那种这个短剑派，两个都是非常这个见解不好的。后来他把这两个交给这个申光王，就是然后让他抚养。就是申光王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就是后来慢慢呢，就是佛陀也是教育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两个都就是原来的这种长剑短剑都改了，就是后来就是已经出家了，出家之后呢已经证悟了。然后这个因缘呢，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后来就是佛陀也是告诉过的，说是这两个这个证悟者呢，以前是在这个迦舍佛的时候啊，就是迦舍佛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两个都是精通三藏的人，但是呢，他们两个都是没有这个上师的这个引导，然后自己呢，就是在一个寂静地方，就是修了很长时间。后来一个呢就是参圣一种这个长剑的，一个呢就是参圣一种这个断剑的，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呢，他们两个都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是好像因为就没有什么感应了，就是没有上师的引导，然后自己盲修啊，自己盲修修了很多很多年，到最后呢就产生一种这个邪见，就是认为呢啊，就是迦舍佛的这个教法呢，就是是这个不合理的。然后呢，因果呢就是不存在的。我们两个修行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就没有一点没有感应，最后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产生邪见，就是因这个原因呢，就将来就是在轮回里面堕入很长时间的恶趣的痛苦。然后呢，在得到人间的时候呢，还带有一些长剑和这个断剑的这个习气啊，就是断剑的习气。但是幸好就是当时他们在这个迦舍佛的这个教法下，就是因为出家的原因呢，这次已经就是证悟了啊，就这次已经证悟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的有些这个修行啊，做的有些修行呢，可能有些人是确实也是自己闭关呢、啊。我认识的有些闭关者也是，就是闭关很多年了，就是后来呢，就好像离开的时候呢，就是都效果不是很好的，就已经就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也没有什么，就包括我们现在学佛的有些人呢，学的不深，然后自己可能是以自己的这种分别念吧，就是产生一种正上慢。就刚才这两位比丘也是，就本来不是证悟的呢，他们认为是已经证悟了；本来不是境界的呢，就是他们认为已经有境界了。然后也没有人引证，也没有人指点，就是也没有很好的这个书可能去看吧。就因为傲慢的人呢，就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就是到最后修行呢，就是一旦失败之后的话，就产生极大的邪见，就这是一种生生世世的这个坏坏的因。我特别希望我们很多佛教徒啊，就是遇到这个人生，遇到佛法，就是难得人生啊，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靠一个非常的真痛的一些法本呐。啊，就是我们就诸佛菩萨的这些真正的金刚语不会欺负的，不要在街上就是卖这个啊，这个很好看啊，就然后这个书店里面这个书很相应，现在人可能业力显现吧，就是真正的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就是经论教典呢，就是没有这个兴趣，就是然后世间人就是甚至自己呢，就是也是特别就是迷茫的，这些人所造的论点的话呢，哇，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哇，这个非常非常好，就是然后每天都是放在自己的这
肩头上，就是然后就是就，就叮咛而睡着，就是但最后有没有真正的证件也非常难受，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无垢光尊者也是在讲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可能怎么讲啊，就是虽然就是去修行，但是呢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超离这个轮回啊，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尤其是当今呢，就是很多这个禅修者呢，就是侮辱这个企图啊，而且呢，就是自己根本就是没有见到很多的这个功德。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所修的这个法就是没有力量，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呢，在自古以来的人类历史上都有这么多的，包括我们身边的就是那么多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最后确确实实也是已经这个他的烦恼就是转为盗用啊，就是整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就是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习气和这个出世间的功德啊。但是我们有个别人呢，因为自己的这个修行没有对。就是没有对这样的原因呢，可能有些是可能经常呢就是安住一个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呢也不一定很好的，就是就原来我不知道讲过没有，就是法王如意宝也是经常在我们课堂上就是用一个我们色大的一位这个上师啊，就是大概是可能30年代左右的那个时候的人吧，就是有一个上师，就是他的一个弟子的话呢，就是他就经常呢就是安住一个境界当中，但是这个人呢就安住境界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这个禅修的这种功夫啊，就是随时都是他就按住，一按住的时候呢，两三天都是不吃不喝的，就像是就完全就是安住在医院。但后来就是那个上师呢。就是他说你可能这样的这种安住呢就是不一定很好的，然后呢要求他不准去禅修啊，就不准，甚至就是专门安排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小喇嘛，就是然后经常打他，就是一安住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对他进行这个就干扰啊，就是他有时候也生气。后来呢就是要求他呢就是三年当中就是不能安住，就是念这个一遍观音心咒啊，就一遍观音心咒不准念不准这个安住。所以有些我们藏传佛教的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你修得很好的话呢，这个禅修啊安住啊，就是这些是比较支持的，但是你修得不是很好的话啊，就安住呢就是并不是很赞叹啊，就不要认为是啊，因为我现在以前很多人说我现在可以安住这个半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安住40分钟，我现在可以安住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安住的话呢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特别好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身观这个无别的这种境界啊，就光安住的话呢，就像我们藏地的这个憨塔，就是他也是在冬天三个月都是一直在山洞里面，就是连这个喘气都不用，就是然后他们有些捏人拉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根本就是只是那个胸口呢就是是热的，就是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根本没有一种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在鼻孔当中就是放一些这个很细的帽的话呢，就是没有呼吸的，就是他的安住的这种深度的安住，就是但是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呢，他还是出来就是到处去寻找这个吃的啊，就是到处去寻找吃的，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禅修啊，就是大家应该要懂得这个禅修的这种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不懂呢，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花了很多的精力，但是最终呢就是不会没有成为这个解脱的因，反而呢成为这个三界的因，反而呢就是成为痛苦的因，反而呢就是成为可能产生邪见，就是甚至有些人呢因为你现在我们实践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就门风仁波切也讲过，就是有些这个小聪明者呢虽然去学习，但是学习没有到究竟呢也是就是极大的这个祸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学着学着学着，就是最后呢就好像你没有学懂的话，就是你就学会了很多的这个邪见啊，就藏传佛教当中原来有一个出家人，然后呢他就出家，就是五波大论都学了，五波大论学了以后呢，他后来就是产生邪见，然后换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啊，就是说是五波大论里面的这个什么因命当中的那个就不对，中观里面不对，戒律里面不对，然后呢
藏地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的话呢，他们都跟着参僧写讲，哇，原来他说的是对啊，因为这些人呢，可能嘴巴稍微会说一点。后来呢，就是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堪布啊，就是就剖析，就是觉得是也，我们都觉得是这个是没有什么搁置的，值得一提的，就是特别可怜的。就是实践当中，在藏地就是佛教兴盛的这样的这种僧团当中，也极少数的也有这样的这个戒持戒坚者。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这个修行的话呢，应该就是精确，应该呢。就是正确，再加上自己呢，要寻找一个最好的这种方法来调整，至少也是就像以前那个日本的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企业家，就是和珅道夫，就是他所说的一样的，就是我们人呢，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呢，至少也是稍微有一种进步，就是离开的时候呢，原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就不是很好，但是我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下一辈子呢更好一点。我们对人呢，就是应该至少有一个要求稍微高一点。你不要学到啊，就是原来好像你就信仰三宝，最后学着呢，就念这个三宝都不信了的话呢，那这个闻思不成功，修行不成功，就是特别可怜。因此，我们居士当中啊，就是现在有个别的居士呢，也是啊，就是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呢，真的就是不好好学，然后呢，真正的法义没有动到的。但是呢，他动到了一些刷崇明的个别的一些词和，就个别的一些专用词，让用这个专用词呢，就是欺骗很多人。就是当然，这毕竟是可能1%、2%左右的，但是呢，这个毕竟存在的。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一些佛教徒啊，就是具有真知真见的人呢，就是也应该旁边的这些人要看看啊，就我们不能就。整天都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和讲是非的这种态度来，就是经常讲别人的过失。但是呢，有时候看到就是旁边的一些人误入歧途的时候呢，我们有责任呢，就是救他们。其实一个人就是心里特别绝望的时候呢，旁边有人来救他的是，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呢，有些人的这种绝望和痛苦呢，就是暂时性的，并不是永恒的。就包括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有些修行人啊，有些出家人的话，一生起烦恼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变成什么样的人。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啊，幸好我当时没有跳楼，不然的话，当时跳楼的话，那么我可能很危险的。就是过一段时间又完全就是正常，就是所以有时候人在这个烦恼的这个驱使下，或者说是业力的这种逼迫下的话呢，就是可能会产生就是邪见也有可能的，就是做出一些不如法的行为也有可能的，但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就是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啊，就我的唯一的这个窍诀的话呢，就是就其他都没有，就通过自己的人生的这个经验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啊，早上起来也好，晚上睡觉也好，平时这个走路坐车，就是到哪里的话呢？默默的这个祈祷，就是上师三宝，就是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你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呢，要念诵江登的德行小巴扎江巴杨道巴走巴上街公巴我巴德没巴恰扎罗就多恰生切佛，不是这样，就是你光念一句就可以，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时时刻刻我学一个我们旁边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没有学的成功下面我们再讲一下啊，下面这个宣说三界以和为主呢，这个宋词讲义，这样都不是错的错了，这是跟着那些人们的那都跟着把这个错了，但人家可以吃的那个烂泥儿，让他撒点蛋白细胞下子。欲界就欲界气是俱为主，色界阿赖耶是为主，无色界中则为已，无念阿赖耶为主。
然后其余二者睡眠佛，当知各地所有所居者，就我们这个下面就是知道，就是这个七种这个事啊，就是七种事的话呢，在这个欲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七事都重要，就是都在。啊，我们，这个人间的话呢，就是有阿赖耶识也有，然后无根识也有，意识也有，还有这个人无意识啊，就是其余的呢，就是一些这个性识的话，就是以复数的方式来存在。然后色界呢，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为主啊，就是然后，那么其余的呢，就是以这个复数的方式来这个存在的。一般，这个明清时啊，就是在这个色界的时候，然后无色界呢，就是以这个阿赖耶为主啊，就阿赖耶识也没有，它是一种一元安住。那么其余的以睡眠的方式，存在，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你处在这个哪一个众生的时候呢，你具有这样的这个性识，包括我们欲界的话呢，就是你就可能变成这个动物的话呢，就是动物有动物的一个性识。那么人类的话呢，就是人类有人类的这个性识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人类当中呢，就是有些是可能无根是，这个比如说眼识不居住的，耳识不居住的，或者说是有些就是粗大的这些知觉都没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存在。下面再讲你，我好像怎么没有讲好，那做各种没有那我的学下面就是他的这个融入方式在我们人间的时候那么如是欲界这个业面是无尽更是见如意一时入于阿赖耶一缘无念无现尽彼则融入法界故自性原理住息论复现阿赖耶识中一是单其二作梦宗宗破例无二现从中具性六世俱去入外界二造业也以即日入世现就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今天我讲的可能不是很广但希望你们下来之后还是要好好的分析那么我们人间呢就是这个阿赖耶这个入世就是他这个七俱室呢就是怎么样这个融入怎么样这个期限呢就是现在这里呢就是用一种睡眠的这个时候的一个阶段来去做比喻的。当然我们认识的时候呢也基本上是相通的。认识的时候的那些融入方法呢在中印法门当中和大圆满的最后的这个大圆满的最后的一些这个光明如法当中呢就是讲的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知道这个欲界的众生一般来这个完善这个睡眠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个入这些心识呢首先是无根识。啊就是这个眼耳鼻识就是当的就是这些无根识呢就是融入这个意识啊就你眼睛闭起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眼识就是然后慢慢睡觉的时候呢无根识的是融入这个意识然后意识呢就是慢慢就是融入这个阿赖耶然后阿赖耶呢就是就无缘这个境界当中安住在这个时候阿赖耶呢就是首先是意识如于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如于阿赖耶阿赖耶呢就是如于这个法界性就是这个就叫做是法性光明就是法性界那么这个时候就显现一种自性就是原理就是一切细论的这个法界光明就是这个如果有一些修行者啊就是他就是以前得过上师的窍诀啊自己对这个密法和有些经解就比较明白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呢梦和这个光明呢就是变成无二无别就是一般不会做梦就是他处于一种这个光明当中就是很多大德呢就是晚上在光明当中就是过夜的话那就是在这个阿赖耶就是这个在如意这个光明界就是在这样的光明界当中呢他就是能见到就是诸佛菩萨就是获得了这个什么法牛萨摩地呢等等就是在这个梦中啊就是就可以就是就显现就是种种的这个现象然后呢就是
这个是如法，就是怎么样这个融入。然后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这个如意这种法界光明当中呢，就是显现这个阿赖耶。阿赖耶当中呢，有显现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当中呢，就是显现这个意识。在这个意识当中呢，就是开始做梦。我们的这个做梦呢，就是先从这个无根识意识融入这个法界光明。然后法界光明当中呢，就是又开始呈现潜意识的这个。 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当中没办法做梦，就是然后阿赖耶识没有分别的，然后就出现一个我们阴冥当中将是一种这个什么，就是叫做是废两的这个意识吧，就是阴冥就是第二品里面，娘娘包装论的第二品里面就是梦是一种这个非力的，不是真正的这种这个意识啊，就是它是一种颠倒的，可以说是有一种颠倒的，但是颠倒当中呢，也有一些真实的细节，比如说白天就是所显现的一些事情呢，还有这个今天将来就是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这也是有一种。 这个元气在里面的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它是在意识当中呢，就是显现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呢，就是梦中呢，就是有破啊、立啊，就是哦，就是昨天我做梦就是什么什么，其实梦呢，大多数都是可能白天关注的事情就梦的多一点，就是，然后就开始出现重重的这个破力，就是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呢，你会就是就怎么讲啊，就是一直这个人为是有啊，这个进行这个破力，然后呢，就从这个意识。 意识当中呢，就是再产生这个醒过来的话，那就是跟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白天一样的，就是然后从中呢就是醒过，就是产生这个六识啊，就是就造成这个睁开眼睛，就是然后色法也已经看出来了，然后这个色身相位就是外面的六种境呢就是呈现在你的这个前面，这个时候呢你六识呢就是会出现的，然后呢就是去如外境，就是然后一般梦中呢就是按照毗那耶经当中也不造业，然后。 白天的话呢，就是也造业，就是所以呢，你就这个这个单单的意识当中呢，虽然你去这个到处去云游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没有正式的造业。然后你从早上这个醒过来了以后呢，就是真正去如外境的时候，你进行破例，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进行造业。所以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业已济是啊，诸而复始，就是。 每天都是不断的这样的，等会儿下完课以后，你们又开始所有的人的这个无根识呢，就是融入这个阿赖耶，就是然后呢，少数人呢，就是可能光明界当中就是安住，就是然后大多数呢，就是开始有些人是就是连梦也没有，就是他一直处于一种阿赖耶的这个深层的酣睡当中，就是他是这个就不出来，就是因为意识当中还没有单极的，你早上尤其是我们人特别累的时候呢，就是晚上这样睡下来。 睡下来以后的话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身体的动都没有的。昨天晚上我就这样的，所以所以所以就是当时有点累，就是这样。是什么？就然后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哦，对，昨天晚上我这样睡觉的，我就真个这个好几个小时的是，就是这是这个就动都没有动，就是那样的话呢，就是处于一种比较深层的这个就根本没有就是就出现到这个单意识上面，就是直接就是从早上就是阿赖耶的深层就是直接就是现到这个六识上面了，就是诸而复始，我们就是这样这个造诣。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死亡就是也有这个在十楞金刚当中这个跟死亡呢就是也进行这个对比啊，就是人死的时候呢就是先就是六境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中印法门的，我不讲了。好吧，就今天讲到这里了啊。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